So,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Next up is Hancock, who will give an overview and a future outlook of open source firmware for server systems. Enjoy. Hi, I'm Hancock, I'm from Supermicro. Me and my team that were working on the open source solution, including the OpenBMC and open system firmware, and so-called OpenBIOS. Today, it is our pleasure to show you what we have done and what we see, and maybe some challenge. So some of the topic will be duplicate to the previous session that from Johnny's shared. But there's good example. You know that in couple weeks ago when we shared the preparation that Johnny said, okay, this session is in Taiwan, so maybe we can use Mandarin. Okay, good idea. So you know that join the community, share the idea, share the solution will be very efficient, very immediately. So later I will try to explain you in Mandarin, but. For some people, please just take a sessio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the content, I will show you later. We can discuss. Okay, so let's start it. 好，各位好，那个我是来自 Supermicro 的 Hancock。那那个今天的话题大概其实，但因为 Supermicro 其实也那个的确也以一个从事 channel business， 还有自己的自有品牌的产品。 其实也看到了在 open source 的一些趋势跟方向跟潜力，还有一些 business 的机会。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进入到 open source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大概会带来几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大概会给一些 high level 的 introduction， 那个有关 open source 的氛围，包括 open system 氛围，还有 open 那个 BMC 大概的一个状况和一些架构上的差异，还有。 为什么 open 那个 source 氛围会慢慢的变成一个趋势和主要的一个应用和一些解决方案，在整个 server 的一个产业里面，那至少从我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分享给大家。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目前的一些状况，在不管在 open BMC 或 open system 氛围的部分，那在我们已经那个其实是已经在商业化生产的一些机器里面，那我们的状态跟各位稍微那个分享一下。那最后其实一样的，其实 open source 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它的理想是很高尚的，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从 hardware 的角度，我们刚才才有些聊到，跟菲律宾有些聊到说，其实在一些公司的角度和立场，其实还有一些在那个不同的一个观点上面去产生出了一些 challenge， 然后或者说从那个业界，或者说从那个一些规范上面，包括 security feature 上面，可能产生一些 challenge，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这些东西。好，那。 我们来开始第一个话题。那当然，其实这几年的一些变化，其实今天带给大家的感觉是比较那个直接想要一个破题的方式说，其实这几年的变化，在那些 hyperscale 那个 data center operator 这方面的驱动之下，慢慢的去 disaggregate 来，其实主要的三大的 category， 在 storage、 compute 跟 networking 的 device 去做这方面的应用和部署。那当然，其实有比较主要的两大因素在于，第一个能源效率。 第二个使用效率，各位去想想看，以前在 PC 时代，你在光华商场买那个 motherboard， 可能那个 slot 几多少根，五六根。可实际上来讲，在 data center 的营运上面来讲，它实际真的会插满那个 PCI slot 的 add-on 卡有多少？其实有一个不是那么正统的统计数字在说，大部分七成以上的一个 server 进去到 data center 之后，它的 PCI slot 其实顶多会差三根，也就是说你有两根是空在那边。 可是，如果各位有一点点 hardware background 的人，其实那两根只要一半 power on 的时候，能源效率就在开始浪费，因为你电源在上面损耗，零件开始损耗，你的整个的能源效率开始损耗，软体也是一样。其实，当所有的设备在 cloud native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开始去做不同的应用，开始区隔的时候，其实那它就会有开始去针对，因为这个驱动来源还是在能源。 跟使用效率上面和使用率上面来讲，去看说到底你所部件的设施有没有完全被有效的使用。所以因此，其实各位回想到说，各位如果是业界的同行的话，其实如果各位以前习惯可能是去跟那个 IBB 去买 SDK， 然后去不管做 BIOS 或 BMC， 你要去要求他 review 一个 optimize for 不管是 for network for compute for storage build 你刚刚好用的一个 application。
可能他会跟你讲说我做不到啊，可能有些 issue 啦，可能是有些 side effect 的，那这种诸子的问题会一直发生，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而且是从需求面的驱动力，从那个 CSP 那边需求驱动力告诉我们说，好，那是不是有 open source 的方法去，那更 modularized 的做法去 build 它？那其实从 CSP 慢慢从一些那个这方面的驱动力，刚刚那个 Johnny 有跟各位 share， 在从 CSP 那边的角度去有这个驱动的时候，其实，在一些 private cloud 的一个部分，或者是 telco 的部分，其实也都开始在做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声音开始慢慢出现。所以其实这几年，包括从 cloud native 的 infrastructure 一直拓展到 5G 的环境，其实 5G 的环境，其实这几年大家应该陆陆续续听到 SDN 啊、White Box 啊什么的。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于什么？其实里面的整个的硬体的架构，慢慢从以前 proprietary 的一个硬体，它也慢慢走向比较 white box 或者是 open 那个或者是一些 open hardware 的一个状况，这是以 X86 为 base， 所以因此它慢慢提供一个机会说，当不管是你是在那个 cloud 的一个 native 的 infrastructure， 或走向 5G， 甚至不管是核心网或者是那个 edge 那一端的一个基地台那边的部分的时候，其实一旦走向了那个Open source 的 hardware， 或者一旦走向了一个比较 X86 体系为主的部分，其实不管是 Open BMC 或 Open BIOS， 其实无形中它的机会也慢慢出现。只是说它所形成的一个经济规模，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里面来自于经济规模的多与寡去驱动，不管是我们这种硬体厂商，或者是更上游的那个 Silicon 的厂商，去要不要去拥抱这样的一个趋势，或者去促成这样的趋势发展，其实经济规模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努力的时间必须要去被那个营造出来。那这个当然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同僚，其实这个部分是大家在彼此在商业上可能有些竞争的情况下，可是在整个的一个需求面上来讲，大家把这方面的需求面去集中起来，去让这个部分那个在 open source 的 solution 里面得到了一个更有效驱动力，那才能够营造出这样子一个那个所谓的 ecosystem 能够继续往前发展。好，那当然这里面呢，其实这个内容是转贴自来自于那个 OCP 上面 OSF 的那个官网上面的一段话。当然几个关键我这边有 highlight 出来，就是说其实 open system firmware OSF 其实它是 open source， 但是它并没有要求Vendor 去 deliver 你的 firmware 要全部去开，他不敢这样要求，他没有这样要求，不能讲不敢，他没有这样要求，因为其实还有一些目前现实面的问题，其实还有待克服。就他其实还是允许你在整个 open system firmware open bus 里面，包括可能你的 silicon 那个的一些 code micro code 来自于像 Intel 的 FSP， 他可能在商业运转的版本上面，其实还是一个 binary 形式。那其实包括说现在在 board level 的一些 hardware design， 其实并不是每一家公司的 board level 其实那方面的一个 design 其实还是全部 open， 所以因此它会还是有一些 IP 的角度，那去维持住它要需要的 binary， 这是现实问题。所以它第一句话就来告诉你说，其实它并没有真的要求你要 deliver 完全的 full source。 那当然其实刚刚我们在跟菲利普有提到说，你 IBM 当然是比较开大门走大路，那个他其实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example， 说他把他的 Power9 system， 然后其实所有什么东西都 open 出来了，那的确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可是回归到各位可能在主流的应用上，在 X86 环境里面，那就会 touch 到我刚刚讲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在我这边的那个一个 highlight 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颜色，比较接近橘黄色的部分，其实他说在分为那个 in binary， 那但是它是允许大家去做 rebuild， 去那个到你的系统这个部分，会带到刚等一下会可能提到一些那个相关的业界规范，包括 NIST 在那个 PFR 或 security 那边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克服，它克服可能不是技术的问题，它克服可能是 business model 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因为毕竟从品牌厂商的角度，从 general business 角度，那些业界规范其实因为出去的挂任何品牌厂商，它的 mark 在上面，它就要确保这个 server 的安全性的问题，那这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面的。那当然，其实刚才提到说，整个架构面在 Open System Firmware 里面，它包含的 Linux Boot 或 Open EDK 2， 是一个比较已经被那个去鼓励大家去可以去尝试的两个不同的一个 Open 那个 System Firmware 的一个架构。那当然这个部分一样是，其实今天会有很多内容其实都是过往可能各位如果是业界的同行，跟其实在过去几年都有看到了一些相同资料，只是今天试着从一个比较系统面的部分帮大家再做一个归纳整合，大家分享我们的状况。
还有一些观点。那当然，其实这一页其实用简单的一些说法，就是说，其实它的 vision 跟它的目标和它的 scope 就是所有的可能的 silicon， 从 silicon level 到 board level 到整个整机系统，其实希望全部都被一个 modularized 的部分，不管你用的是 Linux 用 Coboot 或者是用 EDK2， 都可以被 open source 化。那的确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进展，包括刚刚 Johnny 提到，可能在一些 CSP 像 Bidance 或者其他 CSP 有些好的进展和它已经商转的部分。那有一些在 Channel Business， 我们尝试的去在某些的 Component， 比如 OpenBMC 已经直接deliver us is 的一个状况给我们的客人，所以原则上来讲，其实它的确是有些进展的，但是也有些挑战。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向完完全全符合这个 vision？ 那当然，其实它有前面的一些，其实包括我们回头看 Linux 走了这二三十年，其实它也是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去让这个 ecosystem 被蓬勃发展，去解决一些不管是法规、技术、商业的所有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分位的角度，因为它有更多其实跟硬体这方面的东西结合，所以它的确更需要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那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那这里面稍微带到一下 OpenBMC 的部分，那当然我先假设大家多多少少听过 OpenBMC 的东西，所以在 code 的那个一个最那个基础的架构上，我就不多做说明。但实际上来讲，其实几个重点在这里。当初 OpenBMC 的 Go 就是希望说，其实它的弹性度，不管你是在 compute、在 storage、在 network 这样不同的 device， 你都能够利用这方面的部分是被广泛应用。那当然，因为有 hardware 厂商的参与，包括 silicon， 包括那个 board level 和系统厂商的参与，因为这个参与代表什么？灌入不同的 use case、test coverage 所有东西，去帮助 OpenBMC， 甚至还有属于 customer 端那边的硬体厂商，它也加入进来，去帮助整个 design 整个架构。在一个 common 的情况下，它去更 improve、更扩展。那当然，其实 OpenBMC 的部分的确也在一些 business model， 在一些 JDM 或 ODM 的情况下，其实它的确做到了。那我们让我们的客人，那不管是对到 CSP 或什么，其实对到客人，只要是在适当的 business model 底下，的确也做得到了。直接社群的版本，经过硬体厂商的努力，让他去做适当的 validation， 到达一个可商转化的品质之后，那再让所谓的 product owner， 所谓的最后设备的使用者，他实际上是被定位成 product 或 firm owner， 他能够去依照他的需求去 review 他自己真正需要的 feature， 他甚至可以把我们 deliver 给他们的东西，就是那个 bypass 掉，他再依照他的架构再去 review 他需要的东西。好，那这个是那个刚刚先跟各位先有一个大略上的一个介绍的部分。那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一个话题，说为什么 open source 的一个分位它会变成主要的，因目前的一个趋势推动的部分在 server 的一个产业界里面。好，那一样就是说，其实从技术，因为各位我相信各位在座都很多都是那个在从事实际技术。那我本身我自己的角色在我们团队里面，比较那个属于在那个整个策略跟 product planning 的部分，那当然带着我们的一些 engineering 去做，帮我做执行面的部分。所以其实从一个市场面的角度来看，其实在这十几年来变化 ，data center 的我们大家台湾比较熟知的，可能就是那些 hyperscale 的。可是实际上来讲，纵观不同的应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区域 ，data center 分这些不同种的变化，这些东西其实带来一个什么东西 ？user case 的完全不同。那我希望各位去开始去不断的思考一个点，各位过去习惯，如果是同行的，你们会去跟那个可能跟上游的 Intel 或者 AMD 拿 CRB， 可能你会跟上面的 IBV 买 SDK， 可是问题是他们的实际上那些 reference design 有多少能够 cover 这些不同的一个那个 use case 或者 criteria， 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底下，这个地方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越来越大的 gap， 在于说其实那个各位只要有任何 issue 或者这些 feature requirement 转回去你所谓的原厂，转回去你所谓的上游的部分，其实那个 bottleneck 自然而然会出现。那它效率上面来讲，那它的一个是不是能彻底解决，其实就出现很大的一个 bottleneck， 这个无形中驱使的 open source community 的 working model 整个就完全不一样。好，那这个部分其实这也有我刚刚稍微带到过往大家习惯的，可能 CRB， 可能EVB from CPU vendor from
BMC 或其他的一个 silicon vendor 拿来 IPV 那个 拿 SDK， 各位若是同行就开始开发。可是以我刚刚跟各位讲说，其实最后使用场景越来越多不同的变化，而且现在这些变化，因为经济规模各自都已经这一定的经济规模去驱动那个需求面进来的时候，那如果从 I 那个 ODM 或者那个 customer 直接说我有 feature 的 enhancement， 会不会有 issue？ 各位其实应该日常生活当中会常常遇到说很多 issue 你无法 reproduce， 有很多的 requirement 你其实搞不清楚它到底 背后的 criteria 在哪里。所以实际上来讲，那各位遇到的真正真实的状况是，可能 IPV 业者他会告诉你说这可能是 limitation， 可实际上是吗？你不会知道的，你无法得到真正答案。这个困扰了很多年，困扰很多年。所以实际上来讲，由 CSP 这些年 CSP 业者开始发动 open source， 从分布的部分开始发动 open source 一个活动的部分，其实就是希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刚刚Johnny也有跟各位提到了一些部分，说这个目前新的 working model 其实已经惯用于不管是 open BMC 或 open system 分布，其实它里面包含的 CPU vendor 不同 CPU vendor， 那 IHV 各位可以想到说可能是 Raycard， 可能是 Nikar。 可能是那个接下来的 CXL 的 module， 这些 vendor 其实他们可能在 post 的阶段，他需要 bias 去 support， 他可能在整个那个 operation 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需要 BMC 去帮他 watch， 甚至做 device management， 这些 solution 和这些 use case， 其实和 acceptance criteria， 其实你还是一样再去想一遍，在 CRB 的一个范围当中，在 CRB 所设定的 use case 当中，它其实很难去帮你去 cover 到那么多完整的东西。 尤其在不同的使用场景，它已经不单单是我们大家在台湾看到习惯的 Google 啊、Amazon。其实，如果回到我刚刚那一页说，你有可能有些因为很 critical 的一个环境，沙漠地区、边缘地区，甚至说你有可能很不同的像那个金融行业的部分，它那些 use case 基本上来讲是无法在各位所习惯的 working model 上面得到一些很好的设计、很好的 issue 解决。 所以这个 working model 其实已慢慢的去成型。那当然 ，Open BMC 是比较成熟，已经在做这上面的普及化了。那 Open System 分布其实这几年的推广，其实的确还需要大家再一起来做一些努力，去让这个 working model 能够更运作更成熟。那这个部分，其实说好，那从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那边的 working model 成熟了之后，总要来赚钱吧？其实这个是最现实的问题。各位做 Open Source。 不管是从 technical 端，从 community 端，其实希望这个部分是去打破一些藩篱。可是最终这个东西要长久的一个维持下去，总是要能够商转，总是要能够营造一些 revenue。 那从一些企业主的角度，他才会继续支持下去。那当然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那不管是 open BMC 或者是 open system 分位，其实在从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上面的一个发行版下来之后，可能从品牌商，可能从 ODM 的部分，它其实 就要开始面临到 business model 的选择，到底哪种 business model 适合这样子的一些方案？那当然，其实前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success 的一个 business case 告诉我们说，其实 JDM ODM 部分，因为它其实不管是 JDM ODM， 基本上 deliver source code collaborate source code directly， 基本上是客户真的所谓客户是真正最后在使用这些设备的一个营运商跟。 他的 ODM 或 JDM 的 partner 一起在运作，所以这个地方他可以直接根据他们的 requirement 去做合作。那当然，从那个流程面上来讲，回到说，如果是 channel business 或 product， 或者是那种一般的所谓的零售商，就举例说，各位去逛商场去买现成的，不管是笔电或 server 或什么的，你买了之后，其实都会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因为安全性的问题，其实现在的firmware BMC 也好或 BIOS 也好，都要赛过。 或甚至有越来越多的那个 security feature， 像 RoT 被 enable， 一旦被 sign 过，一旦 RoT 的 feature 被 enable 了，其实如果你是 individual 的一个 worker， 你想要从现场去，从零售市场去买一台机器，说要玩 open source， 其实目前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那个部分它不允许你去刷它，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它必须符合一个法规，在美国 NIST 那个这个组织底下所定义的那个 NIST 800-193 的部分。 他其实要求这个，他名义上这个 guideline， 但实际上他是变成，只要是品牌厂商 deliver 一个 final product， 其实就得 follow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在 ODM 的部分其实比较没有感觉，因为是 deliver 直接那个的使用客人，所以不会有感觉。可是在
在 channel 这条路，在品牌这条路，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有点像紧箍咒。那你还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部分能够让 open source 的推广能够更全面？这是还是需要去努力的。好，那接下来可能跟各位稍微聊一聊说，目前以我们自己在现况当中的一个经验分享。好，一样的，其实我们还是得回到说，其中市场分析，这个是在某一个市调公司所收集来的，在从市场的使用上面，到底有多少 Linux server 或多少 Windows server 在市场的部分？那其实这个还算是蛮新的一笔市调资料，当然是不是那么的精准？那当然其实不在我们的今天讨论。那至少可以看到说，25.1%还是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应用。你要让这25.1%，明天就告诉你全部都换成 Linux， 这也不太可能。那实际上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 demand 驱动。在我们所使用、所采用 Open System Firmware 或者 Open BMC， 我们在架构底下面是不是要去符合这些使用情境？那就变成一个考量的点了。要从这些实际上的一个，因为它毕竟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在那边。好，那当然这张图刚刚其实那个在 Johnny Session 有看过，所以实际上来讲 ，EDK2 或是 Cobu 在不同的那个 Boot Stage 里面，其实它都有一定目前比较成熟的定位跟定义。那但就要开始去想。那如果这个样的一个架构底下，我们怎么去符合在刚刚讲的不同的一个使用场景下怎么去做？那所以实际上来讲，我们自己的努力之下，我们自己在当然这里面还要参考那个 Silicon Vendor， 就 Intel 那边 Silicon Vendor 的一个 POR， 因为它在不同的一个 platform 里面，它不同 POR 在 FSP 可以 support 的情境底下，我们去做这方面的一个 implementation。所以实际上来讲，对不起，跳开了。在不同情境下，它可能那个在 Weekly iStack 的 platform， 在 Eagle Stream SafariRabbit 的 platform， 在 iStack D 的 platform， 我们可以分别的不同用 UEFI 的 OpenETK2， 就是 Intel 的 Tiny Core， 或者是 Cobu 的部分或 Slim Blob 部分去能够去顺利让机器能够很正常的运转在，对不起，正常运转在不同 OS 情境底下。那当然，其实有些部分我们还在努力中，就是在 Eagle Stream 的 platform 底下，其实在不同的那个 payload 底下，我们在 Windows 那个的应用环境底下，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其实这个还在进行中。那其他部分在我们的观点下，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一定相对成熟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一页刚刚跳了好几次啊。那个这一页其实就跟各位那个提到说，在不同的组合底下，在我们已经商转的一个产品当中，其实在 iStack D、在 iStack 或在 EagleStream with 那个 SafariRabbit 的一个 platform 底下，它可能是 TNN Core， 可能是 Linux Cobu 加 Linux Boot。那在不同的 payload 的相对组合底下，其实它试图的去 fulfill 不同使用情境底下的一些条件。因为其实我们所熟知的 CSP 那些 hyperscale CSP， 它是整个市场的客人之一。但实际上，那一个数字，但我不确定那个数字到底，我已经有点忘记那数字。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其实是在那些我们所熟知的 Amazon、Google、Meta 和 Binance 之外，其实有一大堆市场，其实它实际上它也在寻求 open source 的这样的解决方案当中。那这个部分它就有不同，我们刚刚讲的，在 Windows 环境下，在 Linux 环境下，或者一些组合上面有它的需要存在。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试图了在，只是让它能够针对单一的情境下持续开机。就 BIOS 当初那个几十年前 IBM 在那个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让它开机嘛，我们就只要单纯让它开机的状况，它的确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之下，一个时间的量测。但是这个先跟各位讲说，我们还没有去进行做所谓的那个 performance 的 optimize， 这只是说在这边的时间点，在不同 perform 不同的一个组合底下，那其实它的 boot time 目前是有机会达到这些状态，当然也可以更好。那当然，其实我们又多做了一些事情啊，在 Eagle Stream 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开始要去做一些比对。那当然我们试图的做一些我们自己比较 provide feature 在里面之外，让它比较能够跟各位分享说，其他最主要还有包括 TPM， 我们把它 enable 起来啦。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的 feature， 其实光是把 TPM enable 起来，还有我们刻意挑选最大 Qualcomm
最大的核心数的 CPU， 双 CPU 最大核心数，还要把 DIM 给插满的情况之下，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说，整个的 boot time 很明显的增加了，大概从那个第二十秒开始，去增加到将近四分钟的整个那个 boot time。所以实际上这是要告诉各位一个观点 ，performance 跟整个的一个你的 feature， 基本上它是个两边那个一个天平的两端。那当然你要去做个 optimization， 其实是。在 open source 的世界里面，你可以去自由去 fine tune 的，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 fine tune， 根据客人的需求去 fine tune 的，这是做得到的。好，那当然，因为在社群的一个合作底下，其实他各位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个 automation 的一个机制去维持说，从社群这边的一个 build 的一个 quality 跟。到你自己的那个 internal 的一个环境的 quality， 对适当的一个 automation 的一个导入，其实也是必要的。那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跟一个部分，去能够让我们在第一时间知道，可能在社群那边有没有哪些状况，可能他的 code 需要有人去提出可能有状况。而当我们也在社群的活动当中，我们也把这些状况会回报给社群说，好，那个整个社群的一个 mainstream 那边的一个 delivery 可能出现了状况。那透过这样子一个 automation 机制，它可以 daily， 它可以 weekly， 它可以用一个设定时间点去维持着，即便大家担心说社群那边的 code 会不会相对比较不稳定，其实倒也不至于，它是可以做得到一些稳定度跟及时的一个侦测，那也维持着各位在那个产品的开发的一个运作。那时间虽然不多 ，OpenBMC 的部分我会讲得更快一些些。实际上 ，OpenBMC 的部分，其实它我们可以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它分成三大主流架构：社群版的一个那个持续不断的 integrate， 跟硬体厂商在还没完全那个 open source 之前，这硬体的部分要那个去做适当的 optimize 的部分。那可能 deliver with binary， 实际上的确在整个 business case 上面去提供说 release with source code package 到一些 JDM 或 ODM 的客人。不管它的那个经济规模多大多小，其实的确它是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商业化的运作，非常顺畅的了。那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它已经可以告诉各位说，那因为你面对到不同类型的客人、不同类型的应用、不同类型的环境，其实这个部分来讲，你只要谨守这三个分际、这个架构的分际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够做到，其实那个不再受限于 SDK 过去的给你的限制。那当然，其实 OpenBMC 现在因为这几年越来越稳定的发展，其实除了这十几年来大家熟悉的 onboard design 这个部分，其实 OpenBMC 应该说 BMC 这个在2002年开始起来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那时候其实像 BMC 并不流行，那时候的确 BMC 那个时候是还是类似像它是一个 Elon Car 形式，你要在家，不要就只有一个 hardware monitor。当年2002年之前的 server 是这样的应用。那后来大家觉得这样很麻烦 ，cost 的角度，那开始 onboard design 变成这十几年的主流。可是慢慢的，其实成本，我们从台湾的逻辑上面，成本会认为说制造成本、产品成本很重要。可是从客人的角度，维运成本更重要。所以当它变 modularized 的话，它整个主机板那边的更换，它更换了之后，它不见得一定要更换这一个。那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那当然，从 OpenBMC 从纯分位的角度来讲。它可以变化到不同的硬体架构平台上面去衍生的应用到 with 一些 additional refresh API， 它就可以变成 rack management 上面的 solution。而这实际上也看到一些商务运作在发展当中。好，那最后很快的我们就来提一提，现在目前从我们的角度看到的，从一个比较那个所谓的品牌厂商 channel business 的角度。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从 JDM ODM， 我刚刚提到说 JDM ODM 的角度，其实因为是直接跟客人合作，所以 Site Build Enable ROT 基本上来讲，它不会太大问题，因为关键在 Integrity of your image。但是以 Channel Business， 我们卖零售出去 SI 的部分，他们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能谨守那个 Integrity，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们 Default 的产品都一定会 Enable ROT 或 Site。那因此。在否一些 individual 的 worker 上面来讲，其实就无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实际上来讲，目前还是以 ODM、JDM 为主会比较多。那当我们也寻求一些不同的角度去试着去从 business 的办法，有没有可能去让更多人来参与？当然，其实就像刚刚 Johnny 已经有提到说，
以 Open System Firmware 的部分来讲，其实需要更多的客人，更多的那个 Vendor 一起来让这个 Ecosystem 更加完整。那整个运作机制，不管从不同的 Business 的角度，也能够更加完整。那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So when we go back to slide 25, I see the keyword DCM address. So do you think that in the trending of DCM address, So do you think that when we come to the DCM address, that things will be more challenging? No. It's more than the DCSCM, it's DCM address, yeah. Okay. 我想请教一下那 open source 分位这个商业模式啊，因为我们你如果 open 你的分位，因为你们是做 server 的嘛，它算系统上都是用别人的 component 去控制那些 IC 嘛，那另外你的分位 release 出去了，那不是别人可以用你们的分位就用一样的 component 也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产品的嘛？那你们将来维持如何维持你们的产品差异性不被人家复制这样？这是一个好问题，这是一直我相信会提这个问题，一定充斥在很多同行之间。你们的老板们、你们的经营者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 open source？ 因为都被他 copy 走，因为什么 value？ 因为这是 proprietary design 这几十年来当中，或者 IP 去锁住这些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各位可以去想想说，其实不同的 market segment 他在寻求一个成功的 business deal 的情况下，他不是只有产品本身。它还有你整个完整的 service、完整的 supply chain、完整所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东西，去取决任何一个 business 成功与否。所以其实因为台湾比较可惜，说台湾一直站在一个 ODM 那个的一个角度在看待，说因为台湾是个早年是制造工厂或者是所谓研发中心，那我们就按照一个 engineering 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可是实际上讲，我们自己在其他公司曾经好跟一些业界里面讲，我们在一个实际的商战当中去要去并任何一个 OEM、ODM business。有失败有成功的，可是很多时候失败成功产品本身只是因素之一，所以 open source 与否其实它并也许早年会落入你刚才讲的一个状况，可是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越来越多从 business 或者从 customer driven 说，我就希望，因为刚刚有讲很重要的是 vendor lock free， 刚刚 Johnny 讲了一个，其实现在很多从 customer 直接讲说他要 vendor lock free，所以你要提供它已经不是说我有我产品有什么那个 value add proprietary design， 所以我吸引客人来买我的产品，而是你能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措施，让他满意你的 service， 让他满意你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他愿意下订单给你。所以 open source 其实已经慢慢的不应该变成是说好我要维持我产品竞争力，所以我加很多 value add design。可是实际上讲，我刚刚讲，其实我常常拿一个东西来跟我自己的同那个部门同仁讲，是一个观点说。你的手机一天到晚在发烫，很多的一些不用的程式在背后 run， 这个都是耗电，这个才是真正那些 CSP 真正就能源跟使用率是一个最大关键。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些 component build 到 server 上的应用的时候，你有多少的 feature 会被用？这要考虑，因为以 BMC 来讲，好，假设你一个 BMC 上面的 service 没有用到，你多浪费0.1瓦。以一座 data center 就光一个 building， 起码是10万台起跳。你0.1瓦去乘以10万台，那大概多少座 data center 上去？全世界多少能源损耗在那边？
以前我们的一个 business case， 我们还签一个合约哦。当三年之后，你的产品开始那个寿命衰减，耗电量一定会上升。你耗电超过他自己，因为他们要去付他们的那个电力公司的电费，超过那电费，我们要被罚钱的。所以 open source 其实以前是会有 proprietary， 像我因为我 value add， 我怎么样子，就是慢慢的从一个使用情境来讲说，你我们所认为的 value add design， 其实对那些客人来讲，它不合用的。所以 vendor lock fee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它本身背后的driven力量就在于说能源跟使用效率。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 echo 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其实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想，if you open more things for users, then users can get it easily and use it easily, and so you make more demand from those users, so you can maybe earn more money because we earn money by we sell how many products, and the products is counted.By numbers, so more numbers means more money, and so how to remove the barrier for users to access your products? Then more information to the product and like lock free, so they can use it directly without any barriers. Then you can use it, and they will buy it. Simple.Thank you. 哇，我没想到那么多问题。Sorry, it's not a question, but I would like to follow up. Speaking of the open source, since the adopt that more open, more user can use it, more value, being see visibility. But you see that speaking of the open BMC, you see that on the mainstream. I have signed an NDA, so I cannot reveal which company do this, but I can guarantee you that.On OpenBMC, it's supposed to be open, but there's hidden folder. Yeah, that's the thing I can add up to you guys as a reference. Hello? Okay, now it works. My question is, did you see what HPE did with OpenBMC enablement on their platforms? So I heard at least that like at least a two digits number of percentage of their already existing customer base seeking for OpenBMC on their platforms. And that's why they did this OpenBMC enablement. And so you can basically exchange the complete OpenBMC distribution on the platform.And you can also load an additional Linux boot payload on that platform. It's still not completely open, but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to use. Do you plan to go the same way, or do you just prepare a BMC solution which can be replaced by the customer itself? Is it possible to modify it, for example, for customizations or stuff like that? Probably I didn't get that from the slides, yeah. Yeah, Philip is correct that they actually follow your question, follow your information. Yes, OpenBMC, a lot of a portion is still under NDA and not open. That's true. But fundamentally, in the basic architecture, it provides you, under the license model, actually, OpenBMC never forced everybody to open their things.Just need to align with this architecture to extend your flexibility if you have some private application and rebuild the firmware by yourselves. So that's the key. Okay.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OpenBMC 目前在 ARM server 市场有没有实际的 deployment 的状况？然后再就是 ARM 现在在推 system ready， 那他们有一些认证的测试，那 OpenBMC 有没有 support 这方面 ARM 提出一些规范？谢谢。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在 ARM 的那个产品当中，那个至少我们已经有在那个我们的 ARM system 的部分已经实际上 deliver default with OpenBMC， 只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并没有去阐述它而已。那当然回复你刚刚讲 ARM 在推 system ready 的部分，的确它需要有一些 certification 的一个部分，
它的 test suite， 那里面包含的 DMTF 的一个相容性，那还有一些它本身在它自己那个一个 ARM 的架构底下，它有一些关键的一个硬体设计的信号，到它整个在 BMC 上面应该有的 behavior， 它的确也在规范当中。那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只能说它还没有去 announce 出来，在的确类似像 under 在 NDA 底下，我也不方便说太多，但实际上它是在运行当中的。那它会应该是在今年的 OCP Summit 在 San Jose ARM 会去做这方面的宣告，那它的 readiness 怎么样也会由他们来做这方面的一个阐述，所以的确有在运作当中，而且实际上产品我们已经 deliver 出去了。Also, another question: did you already look into making like this? These platforms are quite hyperscaler hardware, right? So like they have a lot of power in there and multiple sockets and so on. But did you already also try to build something like for minimal, like the X13, the smaller version with single processor for like cheap money, like the most sold devices I think also in Europe. So it's probably easier to supporting open source firmware there because they're just like more client platforms, not real server hardware, right? So power horse. So to evaluate the market, because I think with these platforms, if you just offer that as an additional, like with a price, like put a $50 or $30 more on top of the system and say like, you can have this open source firmware with OpenBMC or whatever you put on there, and then you just put it into market for one device and then you see if there's traction, and probably you pick the device which is the most sold to just see what's happening, right? So that might be also, as he said, like easy to use then for consumers. They can just buy it. I at least know two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that, and probably they don't buying like 10 million servers, but they probably buying just like thousands of servers, right? So that might b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re already asking us for 2 or 3 years for that, and but it's still not there. It's just like a recommendation. I heard a similar story and the same story already. So not just the server or cloud native infrastructure or telco infrastructure, for some client devices already, because let's say, okay, with microcontroller, can you have the U-boot kernel and upper application running on that? It's doable. Technically, it's doable. So some of the client device, they took the OpenBMC from open source. They may just claim, okay, they take that architecture on the client devices. But actually, there are some client devices already run with OpenBMC architecture on their other SoC, we never know. Actually, that already happened in these couple of years already. It's done. The success story will be more not just the cloud native device, but also the client devices will have it. Okay. Any question?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多. Okay. Thank you.